WannaOne 专辑预售破70万张，特别曲今日公开。BNT 新闻讯，韩国男团 WannaOne 将于19日发行的迷你二辑0+1=1 I Promise You 预售已突破70万张。Inc. 方面5日表示 WannaOne 的新专辑0+1=1 I Promise You 于2月27日起开始预售，预售两截至3月2日已经突破70万张，刷新了他们的专辑预售量记录。WannaOne 的回归团体预告照于5日公开，正式进入回归倒计时，而回归前的特别曲 IPU 也将于今晚6时韩国时间公开，引发广大粉丝期待。另外 WannaOne 的迷你二级0+1=1 I Promise You 将于19日正式发行。王荣文 Inc. 娱乐图。